女星林心如早年以琼瑶剧《还珠格格》紫薇格格的角色而打开知名度，之后又陆续演出夯剧《美人心计》《倾世皇妃》等多部影视作品，让她因此成为影坛经典，在大陆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。而她在2016年与男星霍建华结婚，并在2017年诞下女儿小海豚后便回台专注家庭生活，直到近期才以台剧《华灯初上》人气攀升。而对于孩子隐私一向低调的她，近日陆网却不断疯传五岁女儿照片，让林心如看到后相当气愤，忍不住在微博上爆气发文，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事物，尊重隐私很难吗？接着又在 IG 上 po 三个生气的表情符号，可见他对于此事有多愤怒。网友分析，照片疑似是他们一家三口日前参加生日会时被同场的人无意间拍下，并上传至社群与众人分享，其中包含小海豚的五码正面照，而照片随后被转发到大陆各大公众号，接着又被网友疯狂转发，难怪林心如会如此生气，让不少网友看到后也纷纷表示，别人的隐私总成为某些自媒体的流量密码，不是他朋友拍照遗漏的吗？朋友太不靠谱了，聚会合影难免不会被曝光，一堆人合影在所难免引起热烈讨论，